没错，这一次 AB 去看 NBA 就带着这一个牌，我会带着成员一起去看 NBA 耶。Which one is your girlfriend？ 确认过眼神。不亲不亲。啊！为什么？彪彪。Good morning， 今天是黑皮人在纽约的第一个早晨了。哎，有听到什么音乐吗？Welcome to New York 。哇，黑皮来到这里真的有零舍的异国风情啊！黑皮将会在纽约待上一个五六天，算是来个放松、休息、旅行一下啦。来到了美国，我们就要有美国人的 accent， 也特别是在讲话的时候要加一点 Oh my God， 还有一些英文 words 在你的 sentence 里面。哦，身为一个篮球爱好者 ，basketball lover， 来到了美国这个 NBA 发源地，当然是要来看 NBA。所以黑皮在 yesterday 已经 buy 了 NBA 的门票。好了，重点黑皮才知道，原来 NBA 的门票是要那么贵，我的天哪！最贵最前面的 VVIP 位置，一张门票可以骑到$7,000，28,000马币啊！我的妈，贵到这样哦。Hello， 呦呦呦呦呦！哎，你去哪里了？要吃榛果吗？你要吃榛果你就出来好不好？我不能死啊！爬过我的脚。好了，那今天这一场 NBA 呢将会在晚上进行，所以黑皮现在还有一整个大早上可以去玩，所以老师将会带你 one day trip New York。首先这么早，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吃 breakfast。来到异国吃的第一个早餐一定是充满仪式感的，那我们应该吃 American breakfast 还是 Big breakfast 呢？顶上！要吃饱啦。那一餐呢是要$36，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便宜一点点。因为纽约是一个出了名吃跟住都开销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城市，而刚黑皮点了6-7样点心，这个价钱我觉得啊 acceptable 啊。好，拍视频吗？对对，拍视频拍视频。你们是来自哪里？我是从波士顿来这里。哦，刚从墨西哥过来，有机会再见。拜拜拜。Oh my God, got people recognize me in USA, and they take picture, take picture with me. Oh, unbelievable. Oh my God, I saw a lot of people is queuing. This is supreme. 原本是打算后天再过来买，但是既然那么靠近就啊，今天 set。Oh, nice cap. How old are you? I am 8 years old.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Yeah. 来纽约其中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逛 Supreme 啦。其实在 Supreme 本店买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Supreme 是一个很奇特的牌子，你在本店以外的任何一间店买都非常贵，因为都被大家吵到乱。然后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 ，Happy 突然间 suddenly very the hungry。那来到了 New York， 必吃的美食肯定是韩国餐。I'm sorry，Happy 真的是一个 typical Asian， 真的一定要喝汤，一定要吃饭才会开心。哎呦。Welcome to。Walgreens. I'm going to go inside and buy some stationery. Manila card, marker pen. OK， 同学们，再多一个小时 ，AB 就要出发去看 NBA。AB 相信爱篮球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每一次 NBA 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一定会出现各式各样官方或非官方的 highlight 版本篮球赛事。那这一次 AB 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去看一场篮球赛 ，AB 还要完成一个我小时候幻想过的梦。没错，就是 AB 的脸出现在篮球赛事里面。所以现在 AB 准备一个大字报，然后在上面写一写这什么字不是重点，就要是进球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可以举起来。但是先说这件事情充满太多太多不确定因素，也分分钟就在。黑皮成功带进去，但是镜头也拍不到我哈。哎，你好，黑皮不理那么多，我就先准备，然后带着最开心的心情去迎接人生第一场 NBA 赛事。没错，这一次黑皮去看 NBA 就带着这一个牌，我会带着成员一起去看 NBA 耶。我们去看 NBA 之前，我们先来 NBA 店逛街。
Oh my god， 一个 Durant 要22,000美金，然后马币88,000一辆车。我们继续看 ，Let's go。好多玩具，都是 NBA 的玩具。今晚黑皮看的球赛就是 Knicks 对 Nets 啊，毋庸置疑，黑皮肯定是支持 Brooklyn， 因为 Nets 里面有一位黑皮非常爱的球员之一，就是我们的 Kyrie Irving。但是呢，他近期应该是属于长期受伤，我希望他今晚会上场了哈。进去了，那进去里面呢是不可以带相机的，所以从这一刻开始呢 ，Happy 用手机拍 vlog。这里根本就像电影院，有卖 popcorn， 有卖零食，有卖汽水，还有这个永远不会在马来西亚看到的酒精 area。Here you go。然后再过10分钟，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今天这一场主场是 New York Knicks 队 Brooklyn Nets， 这里很多很多 Knicks 的粉丝，因为毕竟他们是主场，所以 Happy 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支持 Away 啊！讲真 ，Happy 这一辈子最想最想看的比赛肯定是 Golden State Warriors， 但没办法，这段时间没有在纽约有任何的赛事。那 Nets 除了有 Kyrie Irving 以外，还有 Kevin Durant， 我不知道他们两位今天会不会上场，毕竟他们真的是拿很长受伤了。希望今天这一场来有他们两个任何其中一个上到场，我就觉得值回票价了。好了，比赛准备进场 ，Let's go！天哪！从小到大看影片，终于来到现场 ，Oh my God！ OK。哇，二手票买到这个位置算蛮前的，我觉得原本黑皮其实讲真，我是想要买这里的。那对面那里呢，就是主场 Knicks 啦，这里就是 Net， 前面这个区呢就是超级无敌 VVIP 啦。如果很常看 NBA 的朋友就知道，通常这种第一排这种位置呢，都是那一种 David Beckham 啦、Kanye West 啊，或者 Kevin Hart 那种巨星才会坐。那种位置呢，黑皮上网找过，票价差不多接近7,000到8,000美金左右。那他们要黑皮坐的位置算是蛮靠近，但是呢，如果要被镜头拍到上直播，应该很难很难。所以到底常勇会不会出现在现场直播呢？ Hey, hello. Hi. You guys are sibling? Oh, which one is your girlfriend?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完蛋了，黑皮看不到我的偶像 Kyrie Irving， Kevin Durant 也没有在。Too bad. 我觉得今天根本看不到我要看的人了。Hi.哇哦，唱美国国歌哦，黑皮人生第一次听，也人生第一次参与。其实 Net 的跑位是漂亮，但是他们真的是我觉得还没有热身好，比较没有把握。Oh no！开始真正进攻了，开始真正进攻 ，nice one，nice one 啊！喂，哇 ，step back， it's a jump shot，oh no， 哇，差一点foul in，还好 referee 没有吹啊 ，it's a three point again，time's up， 哇，这个小朋友，assist per game 目前 leading 最高是 LeBron 哎，哇，哇，开始了，我有三分，哇 ，net 追 net。一个球20,000，进了斗龙，哇，歪到，真是的，哎，不进还摆烂，多个摆平的，哈哈。Go Pippen！ 哎呦呦呦呦，还 pass， 还 pass 哦，哦哦哦 ，fast break，fast break， 有了。中场休息，目前的比分46-52，其实真的蛮接近。哇，你有事冇，大佬？哇，有，你的牙齿去哪里，妹妹？你的牙齿？哦，哎呦，哇，弟弟你传谁的衣将大件？这个衣服还是裙子啊？你讲，你自己讲。回来了。哦，又跌倒，你最会每次跌倒要人家去拖地。
马龟反的真的是的王八了啊！有，来最后两分钟，我不进不进，哇！为什么？你这什么进？你为什么进？你刚刚跌倒，你进什么鬼球？真是的 ，offense。几只小猫喊而已，班长站起来啊！哇，超精彩，不进！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了，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是支持 Brooklyn 的。不进。Oh no！ 哇、啊，最后的0.10秒就要回家睡觉耶。哇，一出来冷到鬼了。哇，终于看完球赛了，我跟你讲，一比完赛，全部人的脸好像 SBN 烤飞我讲。只有黑皮一个人开心的鬼的，真的很激烈啊！全场支持女友，黑皮一个人支持 Brooklyn 而已，我还可以活生生没有被打死的出来。哇，现在天气冷到我的耳朵真的有点小痛，我不知道会不会裂掉。Oh my god， 黑皮在专心看球赛，我竟然忘了把人宠菜才有举起来。但没关系，那黑皮至少在离开 Stadium 之前啊，有跟他拍了一张合照啊。My friend's name， 人宠。Rancho， 蔡长勇。蔡长勇。Yes， correct。Repeat it again。Rancho， 蔡长勇。如果有人对这个单字非常有兴趣，直接在下面留言我呀，我 A B 直接做 giveaway 啊！哎，不要开玩笑哦，他来过美国哎，还看过 NBA 啊。Welcome to Times Square。Hi。是是是是。啊，我们讲中文的。可以。是马来西亚的。可以哦。哎，是是是。Already subscribe 了。哎哎哦。Are you listening?